翻之後，咁今日就我自由翻水飯，所以咁樣點解要人？點解？得唔得？媽咪唔緊，媽咪嗰度都分分鐘同我彈下彈下好瞓啊嘛。又唔好打，成邊人好似重起起身又頂住個頭仔書嗰度，邊個人啊？你話呢張係咪個人好多啊？你自己講得啊？睇曬嘢啦，自己好。你冇買過嗰度嗰啲啊？爭好遠喎個價錢。轉頭話，而家係啊，佢啲叻嚟嘅，喺大多整啲叻嚟，仲要貴好多。我話要買啲魚仔，廿多蚊都係唔食，都好嘅，貴到十一二蚊、十三蚊，大大魚嗰啲。正在開放十點後才開始看個賣邊，你冇買㗎，你咁大魚，都唔大嘅，你佢整嘅燒雞啊，啲 B B 鴨啊，佢就喺嗰度賣邊有人做嗰啲嘅，唔做啦，唔點嘅話，要做㗎啦，唔點咗話，唉，我去年有煎有成又買，年煎面過處一樣一擔擔，我去翻條頭先買嘅，擔擔都要買。我今晚買上嚟啦，幾隻燒雞翼啫嘛。有咩啊？半生就一隻燒雞翼咯。